开开，然后再推。没有没有没有，先让那个谁先。哎呀，小鸡出来了，火鸡出来了，好好。火鸡需要喂食。火鸡需要喂食。两个太强了。来，好了。好，这个就是我们拍摄的现场哈，火鸡，火鸡，啊，这个火鸡为什么没有帽子？因为那个小火鸡头太大了，好不好？好，那卷卷要就定位咯。好，来，卷卷就定位。卷卷去找婷婷，那个婷婷老师。来来来，这边来这边，哎，小心小心，你不要拉老师。好嘞，来，你找我嘛。圈圈来，那个帽子，圈圈的。圈圈。哎，你这头太大了。你看，你多大？来来来，转过来，我看，我看，你看。抠起来。那个脸颊肉、嘴边肉都出来了。来来来，坐来坐来坐来坐。啊！不戴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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穿着。等一下啊，雪雪，头抬起来，头抬起来，不要跟你小馒头。等一下吃小馒头。坐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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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来来来，我来拿我来拿，好了。来，坐好。那个。需要爱的小馒头，钱，小馒头没剩多少。哇，钱你完全就是一只火鸡呀、啊！对。毛毛。No。 No。 No。 这上面。那那个哈哈衣服可以脱起来了，等一下给珍珍穿。耶耶，好了，可以了，可以了。好，来来，没有，先不要脱哦，一样来这边。哪里放？哪里放嘞？来这里，这里，这里，这里。我是一只小火鸡。来这里拿到。对不对？我是一只小火鸡，我的名字叫圈圈。全全牌火鸡，好吃哦！穿穿真真穿。客官，请问你要几只火鸡？火鸡自己脱衣服了。火鸡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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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火鸡自己脱衣服了。好了，可以了，谢谢，请帮他脱掉。我看他能闻到什么地方。不不不不不，请考虑一下那个帽子。可以，还可以直接从那个洞出来了。对，你的头很大哦。那我们等一下就可以拍两只小火鸡耶，哈，叫姐妹牌火鸡，哦，露露，露露，等一下就靠你跟珍珍撑场面咯，哈，露露。火鸡没有了，等一下。哇，你看，露露说我不用穿火鸡装，看我的腿，你看我这个火鸡腿就很棒，对不对？露贼。露露去喽，露露。他这个帽子真的就太小了。露露去。他可以。去。去我们昨天试过，可以。可以啊、哦。嗯。露姐可以。露露。我们现在低估了小朋友的大头的程度哈。来赶快给他吃一颗。给谁吃？给那个。好了啦。好来来我来，给他吃，我来穿我来穿。啊，然后那个那个说也要吃啊，后面那个。好，我来穿给他吃。好了，来，肉肉，你妈帮你穿。好，来，呀，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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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先给他吃一颗。来来来，不用，不用，不用，他可以，来穿好再吃。好，来穿好再吃，穿好再吃。因为我们昨天有试过了。
不是不是。大家都知道幼稚园跟托婴中心有多忙呢，每次一有节庆，我们都要想一些花招。年纪大可以靠唱歌跳舞，那年纪小呢，就只能靠服装喽。珍珍排火机上场。爷爷。头撞到我了。珍珍，哦，早上有睡一觉哦，他早上今天好早就睡了呢。好了，八点多就睡着。好来，请来这里。等一下，换你了。他不能，他不会站。那让他坐着。他没有力气站。让他坐着，把他抱到这边，城堡。好，然后艾琳老师就喂食他，他就可以乖乖的啊，快来，静静的，我只想当一个静静的火鸡，不可以吗？可以，静静的火鸡。豆姐，甘愿上场。看豆姐上场，你弄好，你盖好，我给你，最近没有。要再拿一包。喂，那还有吗？有。关你什么事？你又没穿。宝宝，我们吃饭的时候。装起来，让我换你的。他说我们见者有份，赶快喂我们。去那边。汉汉跟卷卷也给他一颗吧。哎，乐，你这样不给你啊？哎呦，火鸡自己跑出笼，因为要吃。好，自己找食物。好，去上面去坐坐。张小乐。张乐乐。张小乐。张小乐，好，坐上去，看你坐上去了。哎，看你的翅膀。不，翅膀先上去，再戴帽子。手臂太粗。戴帽子。哎，好合哦，它好适合哦。珍珍不冷肩，不如你今天就穿这样回家。我给你吃东西，啊，赶快，小馒头。我给你吃东西。哦，你的屁股不要露了。我看你怎么开！好，去坐。你要打掉？好，你妈要生气了。没有。坐好。看一下。我露露这只小肉排火鸡也不错哦。不要再拔了。照一下相就好了，拿着。好可爱哟，张小乐，张小乐火鸡排耶，好可爱哟！哎呦，怎么可爱成这样？哇，超大只哦！哇，重量级耶！火鸡也给他上去，哎呦，好可爱哟、哦！等一下，坐好，哈哈哈！你跟，好，坐好。好，我们现在呢，刚刚推动的是个人品牌，现在的品牌叫做姐妹牌火鸡。来，订购专线就在下面一排，噔。欢迎订购姐妹牌火鸡。所以他没有开心的表情，快，珍珍呢？耶，珍珍！好，那
请那两只火鸡来到城堡，我们再拍一下，我们就结束咯。好，接下来。对，先下来哦。哇，一人一只哦，姐妹牌火鸡，这就是我们火鸡的农场。姐妹牌火鸡农场，我们介绍一下，这个农场呢是非常的历史悠久哈，大概已经有4年多了。我们经过了科学的培育，这边不断的用小馒头喂食。你看我们的火鸡有没有身手矫健啊？你看说肉就是肉，对不对？超有弹性。乌骨鸡的肉要怎么称呼？就是。肉质 Q 美，有 Q 弹，有嚼劲，哦，有嚼劲，你看，又，哦，自然的放养哦。好，我们谢谢我们今天的姐妹牌火鸡农场接我们介绍，还有兄弟牌的哈，兄弟牌，兄弟牌，兄弟牌，好，结束喽。